然后在这里，哎呀，有都有，我也是拿了91的那个。我就刚也在刷，我这个比较好。假在任务里表现的比较好。哦，这个也可以。啊，我们今天橘的那个枪的升级任务还有没完成的？你是不是差一点点？你们要先来做一个东西，就是他的那个。哎，喝酒，喝酒。他的专长等级全部都重置了，哈，是哦，要重新点对，然后也全部汉化，哦，完整汉化了是不是？完整汉化，哦，然后他的系统也变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装三个啊，他现在会是这样的，就是红色可以装两个，蓝色是装一个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专长，红色两个，蓝色一个，对彼此的伤害减轻50%，是一定要。他专长有一些那外面的刮号有没有是蓝色或是红色的，就是不同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应该是可以点到1、2、3、4第四排的那个增加新的被动专长。那如果你有点到那个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拥有两个红色，一个蓝色。红色是被动啦，蓝色是主动哦。啊，被动两个，主动一个，没错。好，橘跑来我这里一点，冲刺5秒后才有效果。你跑个5秒，它就会开始冲刺。哦，那我以为一开始就有，可能它现在都改成就是要现在这样才有办法。嗯，敏锐第5感啊，我上次就想说那个第五感是什么，很好奇。欸，我开台有成功吗？每次任务仅限一次，你可以捉住后自行挣脱，同时杀死捉住你的生物。会有开台失败的哦？你说在 YT 吗？对啊，我以前有欸，就是就我自己看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是不是你看有没有设到不公开，还是设到什么？我之前就是开台开很久，才发现说我的 YT 那边是设不公开。他本来就是不公开啊，他那个是结束之后的啊。我重开，我们要是开台马上给你设不公开，让你在那边自嗨，绝对不发那个。可以顺便先点，以额外15%速度，复活对酒一瞬间，哇！装那个在哪里啊？充沛的嘞。你要去哦，找电脑是不是？好像每次开台都要确定自己有没有开成功。你将你和队友对彼此的伤害减轻50%。我们来看看开台有没有成功。即将串流。串流。直播中。开成功吗？外面的要公开吗？你不公开，人家怎么看？完成时将封存档案不公开。哦，封存档案不公开，我没有改过啊。没有封存不公开，那是对的，没错啦。啊，只是我遇到的问题都是开台瞬间他给你设不公开啊。OK， 对，再试一次。贵的东西。哎，有人说成功了。被动就不抛下队友。没关系，我再开一次。哦，我刚刚改成公开就成功了，所以那个影是要公开。一样的问题吗？
对，它自动改成不公开啊。对，它就很贱，莫名其妙，它就很贱啊。好，大家，我们八点开台了。我们刚刚其实早就开了，只是一直被 YT 整。对，一直没有开成功。QQ， 来啦啦，我们今天整个场都变化了。断了吗？有重整，重整。哦。重整就有了。哦，存矿老手好棒哦！在矿炉附近五米受到伤害减轻20%、欸。我只是增加容量。我挑挑选选，好，尽量选。我们这边来看、啊、大家这个矮人矿坑全面更新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专长也要重新点，再说一次哦，是两个红色一个蓝色，蓝色之后要有第二个要晋升才有办法。那红色是被动，蓝色是主动，可以点点看看。具有努力的点了吗？是个忙于杀虫的矮人在补。我点完了。点完了，那你有装吗？对啊，要在装备那里装哦。这里装好，装好了，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台终于成功开起来了。喂，你看我可以跳超高。那反正我们今天哈哈哈，要解我们两个人的特别。哎呦，先解局的一个武器。你可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全面全新灾害，这不晓得局有没有办法玩了、啊，但是反正就试试看，因为我们的蓝色等级太高了，局的蓝色等级还不够，要慢慢练。我现在在逛专场哦，这个好棒哦！你死掉后还可以带一些虫子一起上路哎、欸啊，你说那个。自爆炸弹，对，可是要死啊！喂，你们就点那个复活加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不点这个，恐怖。冷静啊，它是蓝色的，蓝色的。我现在是玩那个、啊、跳跳学哦，有些还是英文呢、欸。第四排第一个狂战士，一二三，哦，狂战士 A4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也很好奇这是啥回。应该就是近战攻击吧，我猜。哦，因为之前那个稿子好像有一个跟什么狂战士有关的。对，今天才在休息，所以我们三人行。嗯，三人行没关系啊，我们新的被动专场，我们公开游戏好不好？说不定可以有一个 carry 的路人甲乙乙丙。好。咕噜咕噜咕噜 ，Oh yeah， 好喝。那我们等候繁星，就可以准备开始啦。对啊，突然又送我专精了，我再点一个。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冷。哇，我来啦，在哪边装？嗯。在这个这里，装备终端，好，这里可以装。友情之力不需要。存矿老手，我先接看看。启动。不符合合约的先决条件，所以其实也是可以。哎。真的也是可以 ，OK， 所以局可以打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，先帮局解他的。好。哎、啊，你走在里面了。啊，繁星呢？哎、欸，我在里面啊。哦，没有，你这边合约也来，先来接一个。那个每周难度，全新灾害级别。哎呦呦呦！
评估致命难度。对，这是我们下一场，下一场哪一个啊？优先每周合约那个吗？不是不是，下面的下面评估难度全新灾害级别致命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好，接受，这个好像就会有新的关卡。嗯，好，但是先来帮菊姐。好啊，看屁啊菊。哎、欸，你那蓝色小精灵破了一个洞。你那蓝色小精灵觉得真的很好玩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玩。嗯，我们的蓝色小精灵怎么了？很强，都是我们的爱。那个人是？哎、欸，巧克力怎么有比我高两级的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是不是？我加你就比他等级高了。哦, 哦，有人偷玩，偷玩，超爽的。可是我没有玩这个机啊，矿砖头工，我们要采花，莫林跟莫林斯，而且我这是新的枪哦，等一下要试试看。不要去哪？哎，这里有一个花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它卡在空中。我拿不到，人呢？哎呦呦，我拿到，我拿到，我拿到了！哦，我好强，我还摔伤。哇，那路人已经走超快的。那个完全不想理我们。对啊，重点是他有泡棉，他不用。他没泡棉啊，他跟菊一样哎、欸。哦，是 哦，我没有锁那个、哦。嗯。然后我们莫林实在很高，没办法。防止中途加入玩家重复选角，我明明有勾，太奇怪了。来来来，五个一种花。为什么要射我？欸哦、这可以蓄气耶！呜呼！好猛哦、喔哎！快帮他挖啦！蓄能雷射枪。啊，超可怜的。没有，我要看他这么可怜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在那边咚咚咚咚咚。啊，他在呛你，有搞有砖头都不用，爽哦！所以这黑黑的有什么用啊？哪个黑黑？这可不可避的虫子出来了。是啊，这就那个啊，会有虫虫，小虫虫。来了，爬出来了，快走啊！哇！biu 枪，好好玩啊！蓄气！哇、哦，打磕的，哇，这个超好玩！哎、欸，还有 CD，、欸、我这个蓄气枪好玩，哎、欸，后面，解冻！哦，痛！我们要拿莫林石，我们怎么下去的？跳下来。哼，繁星呢？在上面挖矿啊。啊啊！我想说，他们在右下哎、欸。我们去啊！我只是挖小团，不晓得有没有通到他们那里。哼，好像没。你们在哪里啊？我想放弃路人跟你们走。对啊，你跟路人在那里，但我是想要去你们那了。哎呦呦呦，绕过来。好好，到了。哇，没有泡棉。哎，头上。对啊，那个是绿绿的。啊。这个我交给我对面的你们来吧，看有没有办法慢慢挖。哎。有，我拿到了。绿绿的。喂，有，噔，按，哇，我们一种花瞬间就满了，那个还没挖到是不是？交给我，喂，两段跳，然后就掉下来了是不是？你能吗？有，挖到了，挖到了。
你们小帮手是被叫走了。对，瑞亚在，他被叫走了。哦，又被叫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叫回来，我叫回来。哟，按下去吗？他在哪？好吧，他有理他。好。Over here。哦。下面有那个有莫林斯。繁星要不要勾锁一下？我在找了，我在找位置了。哦。角度太过陡。需要来个。勾锁，注意啦！喂，嘿，莫林斯交给你们。他已经来过了，好像先走了。然后他先走，然后不挖莫林斯。我觉得我们都这么厉害了，等一下三人行就好了。不然来的那个不晓得在坑什么，走啊走这里。哇，哎呦，黄金他不挖。这里好大的地方哦，超巨大。挖不大。那个叫辛苦一点，上面的绿绿的交给我。没有泡棉选手还是有点辛苦，但没问题。砖头工也是很厉害的，叫茉莉了。看繁星努力了哇。橘呢？挖黄金。噔噔噔噔。哎，刚茉莉才刚停下，又被叫走。对，我们走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洞这里。他在下面。999。橘在下面。小蜜穴哦。坏了。我来。是什么啊？奇怪的虫虫。那好像是会抓人的，要小心。对，他会把你抓在地上撸。他说他找到在哪？莫林斯。哦，上面挖，我的天！这怎么挖？搞我配。可以，交给我。失败。没关系，砖头工就是可以慢慢的往上。掉下来了。我爬，没有，帮你指吗？可以帮我，有，帮我标一下我这里，标了，有，看到，没事啊，上面的就交给我。直接摔下来，好疼！可是我发现居然还有肉。挖好挖满呀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走这，我不要再被摔了。还是摔了，好疼。他硬要我去那里，然后我去。你们可以挖一些那个比较简单的。有，我们在找了。有，我找到他啦！哇哇哇！上天下地，小心哦！虫群来袭。噔，那上面都挖干净了。满了。哎呦，按到。那就
直接走咯。他跑了、欸，附近。哎、欸，他跑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来这只？怎么有这大的？我努力，我努力，你们。哎，那你母汤啊！马上过去找你们。喂，我冰冻，我冰冻，冻住不洗澡。哇，我们超强！哇，蛮棒的！我三个人就可以解决了。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先来那个补给一下？他跑。这个，这个慢慢走，不用理这队友。我觉得队友，问号。哎，房间可以补补血。各拿一个。999可以多拿一个、欸、真爽，舒服。五分钟够久的啦，没事，慢慢跑。你这样是射那个钩爪，而不是先射枪救我，狙。你不讲话是代表什么？不方便多言。狙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用钩抓他哦。啊 ？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看一下这里。对面呢、欸？是吗？喂、欸。那个在对面呢、欸。哦，你们过去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过得来吗？哦、可以，我看到你的钩爪了。这边帮。他不要等我到的时候才爆啊！哦。他傻眼。冻住。按不去。狙中了，狙在后面，前面，后面。我找不到那边的路耶。没关系，狙 OK 哈，狙后面，后面，后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这臭虫交给我来。走正吗？继续绕，继续绕。对，往上绕，往上绕。活着。哇，我走对还是？对对对，往那里走，往那里走。那你在左转？没事，这边有茉莉的那个光，有茉莉的路灯。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 ！Go go！ 还有三分钟 ，OK 啦。真的再不行，可以直接挖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都是茉莉的灯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灯，有箭头哎、欸。对，它现在灯有箭头，就更加的指引。告诉你怎么走。哦，是哟，一直跟，还跟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电浆枪超好用，我等一下把它升满。回来了，狙冲超快。去死吧！不愧他不愧真是蓝色小精灵，跑得有够快，直接就在了。噔噔，繁星，你觉得我们需要小帮手吗？谁？不用吧。那我就把等下把踢掉，我就够强了。啊，人多是那个啦，左下角会有生存奖励啊。哦，只是他会有点打乱我们的节奏，而且如果他是泡棉手就算了。对啊，重点不是啊。对啊，
尿尿，我去尿尿。把他踢掉。双枪哎，双枪。跟他讲 ，Thanks。抱歉，这个是私人游戏。奇怪，这名就有勾选。举你新的枪是什么？双枪。哇，听起来很帅哎。我也觉得。行。可以深深未来弄一下哦，蓄能伤害，蓄能蓄气。平常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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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滴，蓄能六十滴。哇哇，这样加。Q Q Q， 这个第一个好难选哦。飞行速度，蓄能还可以作用半径，爆炸时更大。范围伤害增加，范围作用哦，这样子哦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成为一个蓄气大爆发的枪，技能消耗减少。会来啦，你会来啦，大幅缩短蓄能射击的蓄气时间，就可以快速蓄气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是超级蓄气枪，小枪哦。对，我刚玩就已经觉得很好玩了。破甲。当维持蓄能弹头，防止过热。哇，这两个都蛮重要。哦，不要让它太容易过热，我就可以一直蓄气了。好。也获得新武器，对的，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就……啊，你新武器有没有拿去升级啊？有啊。啊，你还有钱吗？有啊。剩多少？居然还有钱？还有三千块。啊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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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用泪水。试试看哦。增加 20% 莫林石开采量，合不合？哎，这一场是莫林石吗？不是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好，没关系，那不合，不合。异星。之后我们将授予你难度。啊？不符合合约条件？什么东西？哈？我们猜猜看哦。哼，这个有点夸张哦。三只玉狼蜘蛛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。难度是哇，鸡，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私人游戏要开起来了啊，这个一定要多一点人。我们之前难度三是这样，我私下测试哦，不是偷玩测试的时候，确实难度三就是他的那个虫虫就一直来不停，永远没有停的时刻。哦对，然后我那我只玩过一场啊，然后那一场我真的遇到大佬，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是玩那个水晶恒石要十个，他已经收集了七个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的，因为我进去到结束，我一直都被重追，我完全没有空闲的时间，根本不能做事，就从一直来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如何做到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玩的是 LV4， 更强的哦，加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有没有表情符号之类的可以按啊？有哭哭之类的脸，哭哭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的。觉得狙你可以的。我觉得头有点疼。融合石多600块，杀死三只玉狼。嗯，我们重点就是那个狼蛛三只可以干掉就很了不起了，难度四哎，拜托。啊！那如果狼蛛仇恨在橘身上就比较好啊。他仇恨有时候其实蛮难抓的。对呀、啊。
哇！要挖吗？绿色还是挖？消团还是挖吧？速度，小帮手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们挖我来看看，我看看，直走下去。哦、OK， 我看到了。哦，白痴哦！来这边往下哦，那这边还有一些。这里有消团，我们等一下走这下面的那条。目前好像还 OK， 黄金耶！呜呼！忘了，怎么了？我弄到你了？弄东西，吓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那个蓄气蓄满好像就得发。是什么啊？哦，你打什么？不知道啊。神秘的东东。哦，那个啊，藤壶兽会抓人的。哦，这个蓄气其实还是要等，不能一发接一发。这是是要让919盖绳子上去。没，我这可以挖的。什么东西？有可以来了，哎，这边一堆藤壶兽，我被抓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我在救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！超痛！你们小心！